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普尔文。广州下暴雨了，特意过来仓库里面看一下。广州天天下暴雨，幸亏我们仓库是在五楼。现在外面还在下雨，先去我朋友那里喝杯茶，顺便去他那里找个主人杯，因为我朋友是做茶具批发的。我朋友的店就在我仓库楼下。嗨，阿聪。哎，文哥。哎，什么时候回来了？前几天刚回来的。啊，坐到里面去喝茶。啊，这是我朋友。哎，你好。哎，没有，我想找个主人杯。啊，你要找什么主人杯？我想要找一个闻香好一点的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自己先转转啊，转了合适的我跟你说，等一下再喝茶。我朋友这里好东西还挺多的，今天我主要是想找一个主人杯。哇，这里还有小猪佩奇的茶杯，这个不适合我。这些瓶子拿回去摆在茶室，茶花还不错。其实我比较喜欢这种简单一点的土罐，拿来插花。这些罐子拿来装散茶还不错。阿聪，这种罐子会不会受潮的？不会的，它这个都防潮的，它是密封，而且有醒茶的功能。哎，那还可以啊，这种。它这里装散茶的罐子还是挺多的，下次可以拿几个回去装散茶。这些紫砂壶啊，不太懂啊。买茶杯的话，我喜欢买这种口小一点的，因为这一种的话闻香好一点。其实这种彩绘的我比较喜欢，但是这些杯子太大了。阿聪，这种彩绘杯有没有小一点的？有啊，在里面。原来你的好东西都藏起来了。对啊，好东西在里面吗？这些可以，我喜欢。这个可以。阿文，喝杯茶，坐下喝杯茶。好啊，好好。阿文，今年回来的带什么好茶？哇，好茶，没你的好啊！喝一下你的吧。好，那试一下啊。好，这个杯子我还是挺喜欢的，手感非常好。
不错。喝一杯我朋友自己收藏的好茶。这个茶挺干净的，香气回甘都不错。好了，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，点个赞，评论一下，谢谢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